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又是个很特殊的日子，我们刚收到了什么呢？就是这两盒了。这两盒呢是 Starter 是 ST7 和 ST8 啊，两个新的新手卡组。这次呢卡组里面呢没有带一个那个什么的扩展包了。嗯，他带的是什么呢？是六个，哎不是，应该是有，是六个吗？是六个，是六个一周年纪念的一个那个一个卡。等于是这两个加起来有一样四张。六种一种一样四张，还是三种一样四张，等于说用十二张卡。来，我们把它们打开看看。来，我们先拆这个好不好？这个是也是54张卡，跟以前那个那些卡组是一样的，也是54张卡啊，50张一般的卡，然后再带4张那个数码弹，是不是？嗯，还这里面也带两个那个 memory gauge， 也带 memory gauge 这里面。嗯，来，让我们，对了，然后我们打开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。我们就直接把盒子拆坏了，因为我们也没必要留它。直接呢，我们的红卡组呢就可以直接组一个那个，到时候组一个 Jasmine 那个卡组来玩了。好的，咱们先这样吧，先看这得到什么吧，好不好？先看这些送的。哎，先，哇，这个新的这个 memory gauge 这个居然是金属的了，好像还是有点金属感。还是这是塑料的，我感觉不出来，也不知道金属还是塑料的，摸着像塑料，但是看着像金属，它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嗯，特别好看。嗯，挺好看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这六张赠送的了，这六张，我把它，我看啊，每盒都是，每盒都一样，六张。好吧。但这六张呢只有红蓝和红蓝黄，看来还不是很好拆，这后面应该有一个小的一个，我真怕一撕就把这个给撕坏了，但是嗯挺难拆的，这个建议修改一下，你看真挺难拆的，这一不小心就把卡给撕坏了。哇，这个新的这个卡摸着感觉不一样，哎，有点那种磨砂的感觉，来试试。看新卡有没有那种能摸出来，这个质感不一样啊，质感不一样，看着很漂亮，背面还都是一样的。哇，哦，我说错了，不是只是红蓝和黄，它是一个颜色，六种颜色，每一个都有一张，是不是？嗯，每个都有一张。嗯，一共有六张六种，看这六种使用不使用呢？那肯定是使用了，这个是新的那个 option， 肯定比较强啊。干，对，这怎么用呢？我这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大家自己看这个吧，或者上网搜吧。来，我们先把
这个红卡组给拆开，以前那个卡组的这个背，这个小的这个塑料这个封条很好拆，我记得一弄就下来。这个哦，这也好弄，是刚才那个拆的可能有点不对。啊 ，Gigimon 四张数码蛋 ，Gigimon Monodromon 还是怎么说？四张，哎，这个摸着这个卡牌的质感好像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啊，这个感觉，嗯，阿古蒙牌做的不一样了，这是阿古蒙四张。哦，这个粘住了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 Gulmon 还是叫什么，只有两张，但这个是什么卡呢？这是 R 卡吗？这个居然是，不会吧，这个 Levis 这难道是 SR？ 是 SR 是吗？level 三的就是 SR 了，闪的卡，哎呦天哪！Beamon 四张 ，Growlmon 这也是 R 卡，这是 R 卡，刚才那是 SR。Geogreymon 四张 ，Dactyrandomon。四张 Groundrum 两张，还有 Rice Greymon 四张，还有 Workworm 也是 R 卡四张、啊、这个卡呢怎么都粘在一起了，还有我们的 Gallantmon 这个是 SR 了吧，对 SR 了，这是这个ST7 的这个是应该是最强的那个一张卡了吧，摘了弄，嗯，应该不错的。Shangri-Mon 也是 四张，最后一张粘住了呀，哎，还是三张、哦、四张应该最后一张粘住了，在后面看粘住了四张，然后就是 options， 跟 options， 这个 Atomic Blaster 这个好像挺厉害的，好像挺厉害。爸爸，我好像已经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了。嗯 ，Gaia Force 这个是新的那个 Gaia Force， 不一样。啊，但跟 ST1 的那个 Gaia Force 是功能是一样的啊，用法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那个图案不一样。而且是四张啊，第一个那个版的 Gaia Force 呢是那个两张记得是，嗯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说明书，嗯，这个质感真的是摸着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啊，这卡是为什么，是加厚了吗，还是怎么样呢，材料不一样啊，做来我们拆我们的这个啊All for Speedrun 的这个 starter，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他已经不送那个一包卡了，在里面扩展的卡包，他送的是这些，嗯。哇，这个也很漂亮嘛，这个跟刚才那个也不一样啊 ，memory gauge 不一样，嗯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嗯，肯定那漂亮，那里面的 vim 一旦有，肯定也是那个 SL 是吗？是 SR？ 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有可能，也是，嗯，我们看一看。这里面应该有 Vidramon 是 SR 和 Alphos 不知道有没有，应该有吧，它既然叫这个是不是，嗯， Red Memory Boost 这个先不拆了，这个不好拆呀，
倒是让我这样拆，这样拆也划不出来。反正都大家这边，因为我们刚才拆过了，都看过了，咱就搁这儿吧，就拆这个吧，好拆了。这个应该比刚才那个好拆点。好，拆开了，我们还是看啊 ，Dimmi Vimo， 这是蛋 ，Elegmo， 嘎布梦，这版的嘎布梦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啊，这个，你有八张卡或者更多的时候，你的。这个地基梦加一千，哎，这个一般吧。Draco 梦四张，啊，后面就是这个 SR 的这个 V 梦了。但这个真的是啊，粘在一起了，居然，怎么回事 ？V 梦，这是背弃什么？这是 ST 八零四两张 V 梦，然后就是 V 桌梦。十二卡 ，Cobra 梦四张，然后是 Gorilla 梦是四张 ，Monzai 梦是两张 ，Windra 梦这个没见过这个，四张 ，Arrow Windra 梦，这是我们的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啊，但还是 R 卡，这是全整版的那个画的，很漂亮。嗯，很漂亮啊。这个这张卡，这个 Digimon 不能那个 block， 不能阻挡，挺厉害，挺强。但是难道就这个就是我们的 SR？ 不对，这是 R 卡呀，这是。哦，在后面粘在这儿了。All for Vidramon， 这才是我们的 SR 最强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嗯。嗯。挺很漂亮，这个真的是很漂亮做的，很闪啊这个。爸爸，你记得 Hammerspark 吗 ？Hammerspark 那个。哎。那个的。对呀 ，Hammerspark 那个 STR 里面也有这个，是不是？嗯。Hammer's back 也有这个 Victory Sword B Wind Blade， 这是不是以前都有过呀？是不是那些以前的都就是版本不一样啊？好像是，好像是吗？嗯，因为 Gaia Force 那个以前也有，是不是？嗯。Lightning Just Lightning Just。你觉得以前有吗？嗯，我好像没有。这个好像是新的 ，Atomic Blast 是新的啊。只有这个 Gaia Force 以前有。嗯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嗯，让我们尽快组一些好比较好的红卡组和蓝卡组，让我们来试试，是不是？嗯。试试玩，看看这厉害不厉害。好吧，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回再见。拜拜。